会用肌肉来挡住，它不会飞哦。正材料。现在要教大家切一盘漂漂亮亮的白斩鸡。接下来呢，半只鸡我要怎么处理呢？里面有的东西是，哦，这只鸡养得很熟哎，这只鸡。跟下翅膀。一边下到一边拉扯。鸡的骨头有多硬？嗯，鸡腿也是要画一圈。画一开。画开之后，拉一边拉哦，一边拉一边压，菜刀压，手拉，有没有？整只就起来了耶！你看啊，老师傅来剁鸡的时候，前面有挡着哦。用一块肉挡着哦，因为这个都是面子。对，用一块肉挡着哦。正材料。刀的刀头，刀头就是刀尾。刀头剁，刀头剁。真的够硬。老师傅的鸡腿拼在右边，然后呢，胸肉拼在左边，有没有？